很多同学们都说韩语动词的时态变化很难，但其实不是这样，因为只要弄清楚动词的现在式，能表达的范围很多的。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动词现在式 어요 아요 해요 的三种用法。第一，现在做的事情；第二，平时的习惯；第三，既定计划或确定的未来。为此，我们一起做简单的范例练习吧。你在做什么？지금뭐해요？我在听音乐。음악들어요。我在念书。공부해요。你晚上平常做什么？저녁에보통뭐해요？在家休息。집에서쉬어요。和男朋友约会。남자친구랑데이트해요。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？이번주말에뭐해요？我要找朋友。친구만나요。我要去夜市。야시장에가요。不过我们怎么知道问问题的人是要谈哪一种事情呢？只要听到一些关键词就知道了。你听到지금，就是要谈现在做的事情。지금뭐해요？지금한국어공부해요。你听到보통或평소에，那么要谈平时的事情。저녁에보통뭐해요？보통학원에서한국어공부해요。你听到이번주말에，다음주에，다음달에等关键词，就是要谈既定计划或确定未来。이번주말에뭐해요？이번주말에학원에서한국어공부해요。怎么样？动词现在时好学好用吧？老师最后有一个定语，请大家勇于说话，才能多学哦。我们再会。